相亲相到前任姐姐。哎，你好，美女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等会儿，没认错。没认错？嗯。就是你要跟我那啥那个？对，是我。你别逗我行吗？我逗你啥了？你说不给我发照片，让我开盲盒。我开盲盒开你脑门上来了，不是开我咋的了？你知道咱俩啥关系不？不知道啊。你知道，你小妹是我前任啊？你觉得咱俩相亲的合理吗？合理呀、啊，来先坐下，都坐个够圈，我走了。哎，不是你们女人是不是都听不懂话呀？你先别着急呀、啊，咱先走个流程。我跟你有啥流程可走的呀？哎，你先坐嘛。不坐，凭啥你让我坐我就坐呀？走了。哎，你要走我就给我小妹打电话，我告诉她咱俩相亲。不是你，你坐，坐。我们俩已经分手了，你觉得我会怕他吗？你不怕他，你坐下来干嘛呀？我就不想有过多的纠纷，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，走了。500。咋的？500块，让你陪我玩一天，行不？这，那你要这么说，也不是不行。走吧，跟我回家。不是姐，我卖艺不卖身呢。哎呀，别磨了。